我曾以为秦律在风崖中是竹林之崖，亦是对弈之崖。音律不绝于耳，如江湖侠客行云流水，剑尖所至，似琴瑟交鸣。我明了了，音律存乎于万物之中，这琴瑟之乐本就是生命的力量。唉，一曲终了，剑尚未出鞘，佳音之际怎能奢望？